是我，走进来喽。它叫做 Garden Shop， 快进来。看 menu， 它的 menu 反正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 all you can eat。提醒大家一下，热门时间来要等哦。20 minutes, okay. A few moments later. Oh, you mean the food bar? 好多人，真的好多哦。坐下来的标准动作就是先点菜，但是这家店其实只有一种菜单，所以你就是要点你想要什么汤头，然后要切什么肉，还有海鲜，那可以无限加点，饮料要另外付钱。All you can eat. We're doing all you can eat. Sure. And can we have the spicy sauce on the side? Where the spicy pork bone? Yeah, mala on the side. Just one. Okay.Can we have three pork bellies? Three, yeah, three fatty beefs, and one calamari, one jumbo shrimp. For now. Sorry. Two pork bellies, three fatty beef. How many calamari? One calamari. And a jumbo shrimp. One jumbo shrimp. Three pork bellies. Yeah, and three.That'll be all for now. Okay, any drinks other than water? We'll just get water, we're good. Right, Thank、no、you、problem. so much.、Yeah. 在这里吃火锅吃到饱，最开心的就是他们的食材选择很多，而且很新鲜，重点是都还被处理过了。这个如果在家里你要自己做的话，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如果你没有每天煮饭，你要买这么多的食材，其实回到家两三天东西就很容易会坏掉，所以来这边吃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这家店其实你想到的火锅料几乎都有，他们还有很特别的韩国的海带面条当然蔬菜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有一些像熟食你可以选，他们家的熟食的杂菜冬粉其实很好吃，然后各式各样的豆腐，各式各样的。首先先把我的番茄放进去，看到了。那接下来要介绍这家店的另外一个大独家，就是他们的雪花冰。其实卖雪花冰的店家很多，但是每一家的雪花冰味道还是有点不一样。这家的雪花冰味道很好，我觉得他们的牛奶成分很高，每一次我吃的话也都会加草莓跟巧克力这样子跟火锅一起吃实在是太满足了但是你可能就是稍微小心一下，如果你肠胃不太好的话，可能冷热交替吃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那接下来要介绍我每次来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酱料这个酱料呢是他们的独家酱料，它并没有写材料是什么，但是那个味道很像是凤梨奇异果还有芝麻酱打在一起，就是很香很浓这个味道就是很下饭，我有机会真的好想知道它到底怎么做的，非常好吃。今天有多人吧？我的冰跟我的酱大酱。下去，这煮起来很好吃哦。
请帮我点阅按赞。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